其实打的时候没感觉。哦，他这个五墨的一瓶可以打十个人，哦，一个人只有0.5墨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感觉。他打的时间很短。刚才布桃的接种疫苗的医师哦，跟护理师都非常细心。哦，如果说身体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的话，也会再回到布桃。不过我想疫苗是安全的，是有效的，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施打。因为全世界的这个牛津大学的 AZ 疫苗，已经在非常多的国家哦有实证的经验。那我想，现在医护人员、防疫人员跟机组员，作为这个前三批施打的对象，我想可以慢慢的让疫苗的接种可以普及。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会到布桃来，那全国也有10个县市长会同步在今天或稍后来施打。那我想也是希望能够让台湾的防疫的下半场，疫苗的接种能够推动的顺利。那我对疫情指挥中心各责任医院都有信心。